年峡谷，隐藏在云林的朝里风景区外溪谷中，两岸的岩壁层层叠叠，绵延近800公尺的石床，属于 V 字形的峡谷。清水溪支流内湖溪蜿蜒流经此地，细长的溪水从海拔较高的石壁聚落流灌下去。经年累月的冲刷，水流切割的条纹清晰可见，形成了峡谷般的河道，呈现不同色泽，十分的壮观呢。丰富的岩壁层次，规则线条美，绵延了近1公里的石床，形成如峡谷般的滑水河道。哇哦，真的不得不让人赞叹造物者的奥妙呢，也是您来云林绝对不可以错过的美景哦。